请问什么是最高级的风水？现在啊，很多人都在找风水师看风水，但你知道这最高级的风水是什么吗？如果你掌握了这最高级风水的方法，那你这辈子做事儿都会很顺。说有一位有钱人啊，买了块地，盖好了别墅，这后院呢有很多棵百年的荔枝树啊。他当初买这块地的时候，他看中的就是这些荔枝树，因为他的老婆喜欢吃荔枝。这装修期间呀，朋友都劝他，你找个风水先生看看吧，以免犯冲啊。原本不怎么信这套的有钱人，这次居然表示同意赞同。于是呢，他专程去香港请了一位风水师来。这位风水师姓什么呢？师傅姓德，德师傅。这个人从事这一行有30余年，在国内有很大的名气啊。说在火车站，二人吃过午饭后，这有钱人开着车带着这风水师就前往了自己的住宅。一路上啊，每当后头有车要超自己车的时候啊，有钱人呢都是避让。风水师笑道，先生啊，开车是真稳当呀。有钱人哈哈一笑，要超车的多半都是有急事的，可不能耽误了人家。不一会儿呢，车就开到了镇子上，街道变得呀更狭窄了。有钱人是放慢了车速，一名小男孩嬉笑着从巷子里面一下就冲了出来，有钱人脚踩刹车慢慢的避开了。小男孩嬉笑着跑过去以后，他没有脚踩着油门继续前行，而是看着巷子口，似乎在等着什么。这风水师说，先生啊，你怎么就突然不走了呢？就在此时，你猜怎么着，又有一名小孩冲了出来，紧追着前面的那个小男孩就赶紧跑呀。风水师这才知道有钱人为什么不走了，很惊讶地问道，你怎么就知道这后头还有小孩呢？有钱人微微一笑，师傅啊，你想呀，现在的小孩都是追追打打嬉嬉闹闹，光是他一个人，他可不会笑得这么开心呢。风水师竖起了大拇指笑道，呵呵，您可真是个有心人呐。车子继续前行，就来到了自家的别墅，下车拿着钥匙准备开门，后院啊忽然飞起了七八只鸟。见状呢，有钱人就停在了门口，抱歉地向风水师说道，麻烦师傅您呀稍等一会儿，咱们呢先不进去。风水师再次哑然呢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有钱人笑着说道，后院啊现在肯定有小孩在偷摘我家的荔枝呢，我们现在贸然的进去，小孩自然惊慌，这万一掉下来啊，出了事儿，受了伤，那就不好了。先让他们摘一会儿，我们先在外面看一看，等他们摘完了呢，我们再进去。风水师沉默了片刻，说呀，您送我回火车站吧，这房子的风水啊，咱不用看了。这次轮到有钱人惊讶了，师傅啊，您何出此言呢？是的先生，只要有您在的地方，那都是风水极地，百般算计不如积德行善，处处刁难不如与人结缘。其实啊，人的行为就是风水，没有格局自私自利的人，他再怎么努力勤奋奔波，也许只是徒劳。一个人啊能否成大事，与他的才华和能力或许无关，但跟一个人做事的眼界和格局肯定有关，因为自己的人品才是这一切的根源呢。所以您明白了吗？一个人的优秀品德便是这世间最高级的风水。